松松子出发录歌前一小时，东北音乐导师进行了紧急辅导。是谁在我的耳边一直说笑话？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吗？他陪我成长，陪我读着你。行，你这唱的不怎么样啊？你这个不对，你感情包括这个咬字，唱歌要有感情，用生命和灵魂唱歌，音准是其次，主要是感觉，音准是放在感觉之后的，知道吧？这怎么唱？别听他。是谁在我的耳边一直说笑话？是那个了不起的自个儿吗？啊，老师，张老师，谢谢。好好练练啊，张老师，谢谢。对得起你所有的粉丝啊，他唱歌好都是因为是我的功劳。练习后，我们来到了录音棚。是谁在我的耳边一直说笑话？是那个了不起的自个儿吗？他陪我唠嗑，陪我承受黑夜的变化，陪我站在太阳底下。完毕。抖音。